把车子扎着想去扶他，他想去扶，但是我没扶，他都跟他躺着，一看躺着那个样子，我给他打个幺二零。那你现在做这个事情，你后悔不后悔？有啥后悔呀、啊？弄俩小孩，小孩吓着了咋办？看完电视，人家都躺看看，我们家八十多岁的老头们，老头们后悔不后悔？关键看理不顺当时。这个女的也作证了，这个女的，特别这个女的，她是第一现场人。来，让走，你让走。这都看到了，这都看到了。到这儿发现一个老太太，她老头说虽然是这个车撞上了，但是有个群众说这个车子没有碰见。之前老太太说还是说她自己遇到了，但是现在纠缠不清了。然后地方交警现在现场来处理了。这个人呢、啊，现在的人良心都犯了。你没撞着我，我讹着你撞上车了，你上班啊？你那良心现在呀、啊，就是靠良心。有些人良心确实是坏了，你没法。电话。我又不是赶汽车，就那个汽车证，我也不去得了了。问材料不是挂着留个电话中了，这事情经过都给我写清楚，明白吧？对吧？那现在不能，那现在直接走了，我一会儿。这么说，你作为执法部门，你要再这样处理问题了，老百姓心里都寒了。你在哪儿了？我让民警找你，别他妈的为了证明这个人的清白，必须得让民警给你个笔录。撞着您哪儿了？